你如果重量往下去的时候啊，你看重量往下去 ，If my weight going to the legs, when I change the steps, 我换腿的时候，我换腿是这样换的，重心左，重心右，重心左，重心右 ，See left right left right， 这个是你的重量在腿上面，你会有这样的情况，抽起来没有的，你看。抽起来的时候是这样，抽起来是这样子的，能看出差别吗？是 hold 住中央 ，hold 住中央腿，这个是 hold 住中央。我现在换成下面，这个是左右腿，看不懂啊？收住，肘是这个肘，收住肘是这个，放掉，左右腿，看不懂？能看到差别？不是骨盆，是这边，是这里，啊。你们再试试看。